I've been good this year. Make your list and check it twice. I'll leave you a note right here underneath the Christmas lights. Carols and bells, none of them help. I still feel blue. I just wanna fall in love this Christmas. I don't need a fancy watch. You can give the elves a break. No, you can't make it in the shop. You can't put it on your sleigh. You know me so well, nobody else can do what you do. I just wanna fall in love.好美哦！天哪，这就像电影的场景吗？对，这好像电影的场景。我现在人在电影里，不要嫉妒我。我背后那个街道很像电影的场景，我蛮喜欢的。你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，是你人如果亲自到现场，你会觉得感受是不一样。后面那个街道真的很有味道，然后我前面这里不知道是什么，我只知道有一艘很大的船，超级大的。Sorry。哇，星巴克。这个船真的好大哦，我在猜它应该又是什么博物馆之类的。这里都是一些小摊贩，很像原油会的小摊贩。哦，好香，我现在肚子饿了。我在这边很特别啊，我都不是12点吃午饭，我都到下午3-4点才吃午饭，然后早上大概10点、11点左右吃早餐，然后12点不吃午餐，他们到下午3-4点才吃午餐。就是我目前来这边，我的一个算是一个生活的习性，这样。我12点其实就饿，但我又不好意思说，所以我都只有吃 Snickers 来鸡腰一下。啊，这里好冷啊，但很舒服。啊，看到啊，看一下，我每天都穿这样，我每天都穿这样，从来没有。哇，过每天都穿这样，因为太冷了，我真的没有带什么保暖的衣物。
好舒服哦。刚刚经过了一个橱窗，看一下英国伦敦的租房价钱。比如说这间看起来就是很漂亮，内部的景观是长这样，然后价钱是2500英镑吧。这里的街道好有味道，你看，很有味道的街。好舒服的街道。面包。Greenwich， 格林威治，对吧？来看一下，带上。这样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。你看这个街，啊，好多面包店啊，你看，而且他卖的都是这种又大又粗的面包。这应该是茶店吧。这是越南餐厅。这是什么店啊？这小漂亮啊！我来到 Sammy Offerwin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， 哎，是这样念吗？我讲错了，纠正我。然后前面有一个一艘船在瓶子里，好特别哦。你有看那一艘船吗？就是瓶子里的船，它真的好大哦。然后这个是一个博物馆，它居然有简体字跟繁体字，哎，你看哦。各位 ，Welcome！ 你们分辨得出来有哪几个国家的 Welcome 在里面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来过这个博物馆？这个博物馆主要的是什么样类型的博物馆？我们近看这艘船多大？超大的，还蛮特别的。好舒服啊，这里。好像要买票。哎，好像不用买票。不是看起来像要买票啊？
We don't have to buy ticket because. Oh, 免费的。这应该又是跟船有关的博物馆。哦，因为他门口摆了一艘船在瓶子里，所以他应该是都跟船有关的，是他们以前的那个古时候的武器。我们来看一下珠宝盒，这是珠宝盒吧？再看一下马克杯，这是徽章吗？还是钱币？好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下次自己来。今天的导览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些雕像，你会发现它们的形状长得都一模一样，怎么样？然后这个也是，这样你们就应该知道这些雕像是被放在哪里的吧。这些雕像呢，都是被放在船的最前面，这样。但每一尊的雕像代表了什么，我不晓得。这个博物馆不用钱，你就可以进来逛了。各位，我在博物馆里面啊，就发现了一张照片，就这三个人。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三个照片很有趣，是因为你们发现这两个人长得很像，然后我就想说他们是不是双胞胎，就这样子。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我就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的介绍，如果我有讲错请纠正。他们这三个人呢，就是有得到那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支持，所以他们就是开疆拓土，然后到外面去扩展土地。但是呢，他们的行为实在是有够嚣张，就是非常的不礼貌，所以他们会比意思他解释说他们比海盗还要可恶，就对。结果呢，他们就是出去闯荡，就是开疆拓土之后回来呢，他们就成为英国的英雄，应该是这样吧。我的故事讲的实在有够烂，应该懂我的意思吧。如果我的故事讲得很烂，请告诉我，本人也在学习怎么样讲好一个故事。好，因为里面很安静哦，不太好大声说，这样好啦。喜不喜欢这三个人的故事？就两个长得好像，我猜他们应该是什么双胞胎或兄弟之类的。我刚逛博物馆啊，然后逛到最后啊，结果就看到一面墙，就是这一面墙呢，就是你可以写下来你觉得最失望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，最失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。然后我刚刚看了全部都是英文字，所以我就决定自己来写一张。下来看一下，就是我写的，所以我要给它挂在，对不起啊，这里唯一的中文字。其实我想要写一些比较诙谐的，可是我发现好像不太好开玩笑，所以我就把我的想法写出来。就是我觉得最失落的时候，就是我不知道我是谁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受。各位，这里好有趣哦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地上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地图。首先我们来找台湾，台湾在这里。台湾在这里。我第一次来欧洲的时候呢，是到这里，然后我现在人在，现在人在这里。然后这一条线呢，就是区分边跟边的线，我不知道这个线的名字是什么，但我等一下会到直接带大家看现场。现场没有这条线，可是至少会让大家看到分界线的位置。嗨 ，Hello， 好有趣哦，这个地图。然后一群小屁孩在这里，耶！我现在要去那个区分东西边的那个叫什么？
台湾不是有一条叫什么北回归线，是不是？天哪，我真的很笨，原谅我。我有一天会成长的，就是知识呢是靠每天学习啊吸收，你知道吗，才会进步。我到现在还在学习。这里真的好舒服。我要爬一段坡，大家看一下，我在这段坡拍摄一下伦敦的一角。前面那是伦敦市区，我后面啊，后面有个房子，你看到上面有颗球，那颗球的位置应该就是东西分界线吧。好，我要上坡了，这坡上有点陡啊。我的那个靴子里面的袜子是短的，然后我现在一边爬坡，那个袜子就一直你知道要脱离我的脚，就走起来有点不太舒服。我快抵达了，我就这个角度看得比较清楚，就一堆人有没有在地上拍的那条线，就是零度的线。很可惜我没有办法亲临现场，让大家亲眼目睹那个地上那条线，也就是那条线的右边是东边，左边是西边。那条线朝的方向是正北边，所以呢，右手边就是东边，左手边就是西边。所以那一群人呢，脚打开，两脚跨在那个线的两侧，就一脚在，一脚在。但我现在两脚打开，我的感觉是没有的，因为这条线并不是零度，那条线才是零度。很神奇，虽然我没办法亲自双脚踩在那个线上，但是很近，所以分享给大家。我在一间很大的大卖场，然后又宽又深，我没有进去逛。然后这个很棒，我等一下介绍给大家这个有多棒。你们有看过这个吗？叫做 Smart Shop。扫一下你的手机，然后下载 App， 买一买你就可以用。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拿这个手机，然后呢去消费，然后最后结账，好酷哦！